我要来看的是跟 3D 有关系，这创作台高台学生毕业作品是以咖啡做主题，结合着法国巴黎浪漫的情景，推出了一篇 3D 动画短片，佮报名国外影展。为白色火轮机搭一粒咖啡豆啊，几个水起点就为正开始。第一代口袋学生蔡云杰作品内边，冲破咖啡豆添加一对小木偶，经典的巴黎恋爱情景，会当融合做伙。做咖啡机关设计也真趣味。为巴黎地下铁建造啊，先生唐氏波导机埃菲尔铁塔是从咖啡机起到罗浮宫，加小古丁拍成奶泡，后边啊潘国顺的那体加小木偶的爱情也都是完成啊。这地方结婚了。然后这个地方我是想要营造出一种很盛大，然后很像结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很热闹，嘉年华一样的感觉。改变咖啡，所以咖啡作品用在咖啡的关系，国分车的动作用蔡云杰十个月，因为 3D 立体作品每一个动作表情都要自己先模拟，有挫折才来解决，为步到有的过程，他说这是对大概四年所有的一种突破。人物的手脚啊，还有面部表情，做成一个面板或是控制器。那我在 key 用做的时候，可能就拉动那个控制器去 set key，所以它每个动作，就是你要 key 得很顺，其实不容易。就算讲真辛苦，也是想要继续创作，搁要好自己的设计，增加搁较侪生命故事。而且这出名叫做《咖啡店》的 3D 动画已经报名是个 Loop Asia 动画奥斯卡亚洲酷比赛，加国内外学生影展，和台湾学生的创意也当行出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